你是谁？是这样的，我小时候从小就被人欺负，有一个公主呢，叫做图雅公主，她就把我救下了。啊！图雅公主对我特别特别好。你是叫乌南吗？乌南，乌南是我，是我，是我。啊，我的小伙伴。七岁那年，我父亲带我出去打猎的时候，我就是看到了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少年被人围攻，所以我心生怜悯呢，就请侍卫去替他解围，把他带进了皇城。对，那他叫乌南，乌南，对不对？乌南，哎呦喂，乌南，乌南图雅，好马的汉子，你威武雄壮。我们站在一起。我们两个应该一起去走穴嘛？为什么？就没有凤凰传奇什么事儿了？对呀、啊，感觉我们两个是上演霸王嘛。